各位大德菩萨，你好，阿弥陀佛，非常感谢您来收看我们佛教卫星所推出的素食之美这个烹饪教学这个节目。当然这个节目在很多的师父以及所有的师兄姐这个鼓励气之下，能够让我们这个素食啊，在我们这个丁基基，让我们丁基基所有的好朋友们知道，寿蟹原来煮，我们要煮出最好、最简单、最营养的这个素食的料理了。所以想，当然在这个节目当中，素食之美有好的内容之外呢，当然最重要的还要我们丁基基所有的好朋友更多的鼓励跟更多的关怀，让这个节目啊能够有更多的内容啊。那我们在这个往后这个节目里面也一连串会有推出很多的这个，包括家常菜，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养生的料理，当然也有您非常喜欢的如何吃出这个非常瘦身的这个身材，当然也有我们的台湾小吃、日式料理、这个港式饮茶等等的非常多的这个内容呢，要提供给我们所有丁基基所有的好朋友，当然也有我阿成所提供的独家的配方，哎，私房菜，所以我想这个内容非常多，当然有好的内容，我们要需要好好的厨师呢来做这个烹饪这个教学的内容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请到很多各饭店还有厨那个各餐厅的这个主厨来做我们这个电视的一个教学的这个讲师呢，所以我们今天首先呢要请到一位是在这个素食界非常有名的一位陈坤和陈主厨呢，为我们来做今天的第一场这个示范，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陈主厨。哎，主持人老师，陈主厨，欢迎来到我们这个素食之美这个节目啊。那我们知道哈，这个节目今天哈是第一出，记得也播出了，对，所以我们电视机所有的好朋友刚刚来看麦哈，这节目这个好不呢？所以我们今天提到这个是名师的料了哈。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陈主厨这个，这个牌子是哦，这个是今年那个我们高雄的参加比赛的，对不对？观光器厨艺竞赛的银牌奖。观光季厨艺竞赛的银牌奖，所以我想请到这个是都是一些拿手的好菜哈。那不晓得今天主厨第一道带来给我们所有的丁基基所有好朋友的第一道菜是什么样的好菜呀？这个这一道菜名是罗汉斋。罗汉斋，当然好像我们这个系列是属于比较家常菜的，对。所以我刚才提到说这个我们需要弄最简单的，干嘛好的这寿喜哈，免他煮。也好吃，每道煮起来快乐，因为简单煮起来快乐嘛。对对。所以家常菜非常简单的罗汉斋嘛哈。罗汉斋材料有白果、白萝卜、红萝卜、小冬菇、小黄瓜、法菜、素螺肉。调味料有酱油、番茄酱、高汤、香菇精、太白粉、胡椒粉。我来介绍一下哈。这是白萝卜，白萝卜，白萝卜，然后红萝卜，红萝卜非常天然的，对对，小黄瓜，小黄瓜及白果，还有白果这个叫做银杏嘛，对对对对，啊，这素螺肉，那不记得银杏要买那种记得一般如果要配色的话，对，配色可以，那个竹笋可以啊，竹笋也可以，玉米笋也可以，哦，玉米笋弄也在的，对了，所以很多的一个调配的方法，罗汉斋就是一些颜色搭配出来，这样子就可以了，一些法菜，法菜，这样子好。那我现在先怎么样来做才会好吃？我现在跟大家示范一下，示范一下哈。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陈主厨哈，虽然说人家让底督板哈，这个刀子很重要，不过今天难免没有用到刀子，对对，看他怎么来做。这个先用挖球器把它挖出来。挖球器，挖球器。他如果没有挖球器怎么办？去那个我们那个超商去买，现在都有在卖了，就有在卖的挖球器。那如果没有挖球器，就切成。就切成。滚刀块，滚刀块也可以啦。不过挖球器这个，你看，哎呀，这个圆圆，是小小圆圆，那个是。虽然说在家里哈，你处理住哈，简单的，其实就觉得这个用心一下哈，那个感觉就不一样啊。喜欢小孩子非常喜欢，你看这个圆圆好像球一样，球安尼袂歹的对啦。哎呀，这个。那这乌卡，这也袂怕剩的。像这乌卡，你这个红菜的乌卡，其他的袂。咱来当熬制高汤啊。哦。熬制高汤，对啊，我们知道哈，就按这寿系的哈，熬制高汤是非常重要的。你按东伯坑这里米寿嘛，对对，所以高汤熬制带我们主厨里面他来讲解一下，这里高汤，按你厨面在这高汤，开喝酱，开喝啉的对了哈，好，汤头开碎开赞，好，这个是小黄瓜，对，小黄瓜，
每一样都跟他挖球状的，对，那个球非常可爱。小凤仪在想，不管是我们比主类猪这兽性哈，也要老少咸宜嘛。我们这个小孩子喜欢，我们这个大人啊，老人家都能够喜欢这个菜肴哈。现在这些我已经挖好了，挖好了，我们要先过滚水烫过，这个我已经是烫过了。这个大概会烫过了哈。对对对，这个已经烫过了哈。烫过之后就准备要来做这个烹调，对对对。好，那我们煮出来待会再示范哦。材料准备好啊，要来煮，要怎么煮呢？弄什么样的方法，弄什么样的程序哈，来煮出上好吃、上简单的这个罗汉斋来。好，来我先把材料请煮出来做示范一下。这是刚才提到的白果啦。好，所以想这个按照这兽性哈，其实我觉得是非常简单的哈。然后在我们这个陈主厨这个示范之下，希望我们电机系所有的好朋友，一旦感觉兽性哈，煮兽性哈，变成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然后啊，把这个准备好的东西都放你搬进来。对对对。那这个量大概也是大概几人份？四人份。哦，差不多你家里大概一家大小，差不多四人份至六人份都可以的。对对对。好，我们请主厨来做示范。现在就来示范一下。好。好，你这个示范过程当中，我们常常我们这个素食哈，还强调是比较能够健康的饮食哈。像我们最近这个政府一直在强调哈，这个饮食能够什么？三低二高吧。对对对，我想主厨上次也，我跟他聊天说，他也是我在一直在烹饪当中哈，都能够让这个饮食能够营养分能够三低二高哈。那我们会慢慢说哪三低哪二高，会慢慢跟大家来讲解一下哈。好，首先我们先把油放下去这个锅之后呢，爆香这个芹菜。哦，这欠汤的店了哈。一般按这个啦，一般你除了加车的，可能我们这个肠啊啦。这个蒜头，蒜头来添吧。按对按，今仔我们是的芹菜煮啊，嘛赶快来将好个的对了哈。添帮了后，各有那个酱油，还那个炒香一下。三小匙的这个酱油，对对对，添帮炒香然后，番茄酱的这个番茄酱，对对对，来。我们在一般在炒菜好像很少这样的程序嘛。对，这样子才会香，而且颜色也比较重，颜色跟那个味道就会出来，就会闻到香味，那汤皮流出来哈。那主持人，你刚才加的是什么东西？这是高汤。那高汤你都熬制好的高汤。熬制好的高汤。那你这个熬制高汤有没有什么秘诀要告诉我们电机所有的好朋友？其实咱高汤的材料呢，有番的番梅骨啦，啊，甲咱的香菇头来做伙来控制拢。哦，番梅骨。哎，香菇头，香菇头，啊，佮咱糖多啊，咱糖多，即下你咪对对对，红萝卜啦，白萝卜，即种嘛是，即种是熬制高汤非常好的材料。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属于蔬菜的天然的甜味，我们就不用放这个味素了哈。对对，那这是香菇精嘛哈，那个香菇精。那这样烩下去大概烩多久？那个汤汁收到那个萝卜都。都有吸味倒进去就可以了。那我看这个主食旁边这个是小黄瓜，还没有下锅。这个等一下下锅。它比较乌伊。哦，它比较乌伊的。对，这个是青菜类的，按看板下锅了。那个锅盖给砍。所以这个罗汉斋呢，顾名思义就是怎么样，好多东西烩在一起。对对对对。罗汉。其实你有什么材料就可以放进去。这是随意的，像休息一样，是非常自在的。哎，这个不错，罗汉斋。罗汉斋。那我们再熬多久？这个焖的三分钟就可以了，三分钟就可以了，然后汤汁收进去，这样就可以了。好，三分钟的时间很快就到了。对对对，一个。所以想这个这兽性哈，我们还是觉得是，虽然说跟你以前可能在家里做的不太一样，你把它变成素食这个材料哈，其实速度还是非常快的，非常快的。一样对。哎，等等，我们法菜没有放啊。法菜我看到了，没有，其他事，不好意思。在家里面比较天然的方式，弄熟也可以啦。哎，要用夹子。少许的法菜就可以了。对对对，少许法菜。啊，用火开，用火开。啊，法菜调在这萝卜球顶面，安尼看起来超好看。所以你看这个每这样一道菜哈，在做法里面是非常简单，按你厨两边煮哈，算这个让我们这个小孩子然后老人家哈，这样你看这个色香味颜色，刚才我们看的颜色非常漂亮哈。对。这个我们强调，我们今天做这个素食之美这个节目呢，还是希望我们能够让我们电机所有的好朋友能够一起来推广素食哈，让我们素食哈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能够非常的喜欢。对对对，好，可以了。汤汁收汁的差不多了，对对对，哎呀，
来，我们一点太白粉勾芡哦，不用太多。这个勾芡主要是的用意是让它这个亮度啊，而且也也比也个凋零。最后要起锅之前，稍微加一点点的，对对对，这个太白粉勾芡的东西，也比也凋零，但是味道就能够附着在这个食物的里面。对对对对对，是非常好的简单的示范。哇，你看，整个下去就亮起来了，马上亮起来。好，这样子就可以起锅了。好，这一道罗汉斋，哎呀，这个呈现在我们所有的电视所有好朋友这个镜头之下，哎呀，罗汉斋。好，你看，我想我们今天哈非常再一次感谢我们这个主厨哈，来示范的第一道的教学，我想这是我们这个素食之美的第一道的这个菜肴啊，罗汉斋，相信我们电视机所有的好朋友都能够喜欢。当然我们还。接下来还有好几道的这个家常菜哦，马上回来，稍待一下，谢谢。欢迎大家又回到我们这个素食之美啊，素食的美的这个节目当中哦，可能外边的这个陈副主陈主厨啦，陈主厨哈，伊伫这个参加足球比赛哈，当然我们在刚刚已经示范了第一道这个罗汉斋哈，这个家常菜哈，那我们这个家常菜也准备这个一般你厨的酱，差不多五菜一汤呐，对，所以我们大家会陆续会介绍一些汤的做法等等的，在这个家常菜的搭配的五菜那怎么搭，今天又带来哪一道的这个家常菜？这一道是黄瓜珊瑚。黄瓜珊瑚材料有大黄瓜、珊瑚菇、红椒、姜片，调味料有盐、香菇精、胡椒粉。大黄瓜，这是大黄瓜，对对对，这个珊瑚，珊瑚菇，珊瑚菇这好像一般的这个市场你可以买得到吗？比较难买到了，应该我们第一般南北货就可以了哈，南北货就可以。好，这个没问题，这个珊瑚菇了哈，然后这个香菇的颜色，小柳菇嘛，小香菇，小冬菇，小冬菇，这个是枸杞，对对，这枸杞。好，那这个材料非常简单，怎么样来做呢？非常简单，那更简单。好，我想这个提供这个更这个简单的做法哈，因为刚刚这猪寿线哈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哈。好。这个首先，这个大黄瓜去皮啊，这个可能大家都会，不过这烤的时阵哈，还得别人修心了哈。刚刚丁阳讲哦，这个假寿星哦，它除了说合乎这个我们政府推的这个3D2高之外哈，本身这个营养分也都非常够哈。那各位都知道这个3D 哈，哪3D 嘛哈，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要低钠盐、低油脂，还有低胆固醇。我想这个是素食哈，非常基本的啦哈，基本的。对。那二高呢，就是这个高纤纤维质很多蔬菜，还有这个高钙质，钙质非常多的东西，我们蔬菜非常多了哈。三低二高，这个是非常营养的东西的。好，来，我现在就把大黄瓜怎么样来切？基本上切粗的哈，粗的，而且看下这个主厨诶，这个刀啊，这料诶是，不是安尼切的哦，是稍微斜斜的。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镜头，安尼薄薄啊哈，安尼等下煮会较紧一点。盐好像也比较好看，对对对，也比较能够快熟。对对对，小心，哎呦，这是大黄瓜，大黄瓜。那其实这个我们在安在啊，这猪寿线哈，其实物件哈，这搭配的是非常的简单哈，希望说我们对天然的这个食材哈。然后煮出这个比较能够合乎大家口味的这个材料。好，大黄瓜切完就可以了，就准备了，就准备了。我们的珊瑚菇呢，放下去，还有一些小冬菇，小冬菇嘿，那你去煮的时候，香菇的旁边也照出来，那个少许的这个搭配一下枸杞的颜色了哈。好，现在就可以操作了，那就可以操作了，我们准备开火，谢谢，来，一样哎。刚才我们主持人有讲过少油，所以我们煮有的时候不要太多哈，少量，我们大概用一匙哦，在家里可能一匙哈，这个是一匙的这个油就可以了哈，一匙油。我们的目的是可以把它爆香而已啊。好，
好，爆香我们上，这个罗汉斋呢弄这个芹菜糊啊哈，现在我们是弄姜丝哈，因为我们在素食哈，少了葱跟蒜哈，我们可以弄姜啊，或是芹菜糊啊啦，然后是香椿啊来做爆香的工作，哦、对对对对可以。好，这个寿喜的煮哈，其实我感觉不难呐哈，不过我们在。这个陈主厨这个整个这个示范非常简单的材料哈，像这个准备好的主材料下锅了就可以了。那这个先后顺序没有关系吗？爆香之后就把它另外炒一下。嗯，像这个香菇，我们刚才看香菇，那好像是已经处理过的，它已经爆香过，准备好在旁边的。已经有炸过了。好，我们加一点高汤下去啊。好，慢慢一下。高汤焖一下哈，这个高汤我们刚才提到哈，红叶花玫瑰啦，啊，里面的香菇头啦，然后还有一些红萝卜啦，这个白萝卜都是一个熬制高汤哈非常好的材料哈。那我想再加点这个调料就可以了。对对对，盐巴一点点哈。盐巴少许，低钠盐不要忘记了哈，这个低钠盐比较能够健康的，还有少许的香菇青。对对对。那这个像这个这样炒一炒就可以，还是说它肯定要需要时间焖一下？要焖一下，因为还要焖一下。黄瓜哈，它比较没有那么快熟，稍微焖一下就阿妈忙修暖修暖变色，阿妈不会的脆多。哦，哎，切花切要好，你切干就好。当然，在这焖的过程，你可以准备其他的料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提供的家常菜哦，但是这个五菜一汤。对对对对。哎，这有些汤啊，跟五菜啦，啊，烩啦，做几行做几。不同的这个做法搭配一个搭配这个非常，还有从这颜色，对对对，像刚我们在这个做烹饪的时候，这个颜色很重要。我那天看一本书，他说这样猪脚哈，来当五种颜色搭配哈，代表营养分就够了。对，每天都五种颜色，就是红色的、黄色的，还有黑色、白色，还有一个是绿色，绿色的，哎，所以这五种颜色的只要能够搭配出来，哎，营养分一定够啊，对 对, 對，就能够吃出健康，吃出美味了哈。好，好，讲完就可以好了吗？哎呀，慢慢清洗，慢慢清洗，而且就无食咧，无咧口感哦，有咧话你要切切安尼，有好切嘛是，好恰到好处就可以了，恰到好处就可以了。这道菜就不用勾芡了，你光注意一点个注意注意哦。所以这个在家里做的时候哈，我们这个家庭主妇或是家庭主夫啊都没有关系，我们只要稍微用心哈，在这个素食的烹饪哈，让它呈现非常好的这个内容啊。对对对，好，好，起锅，所以非常快，你看大概几分钟呢，就这个煮好一道菜哈。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哈，不要忘记是素食之美啊哈，这个让这个素食的呈现哦是非常，不管是美丽也好，美味也好啊，都是能够呈现这个淋漓尽致啊哈。这个素食之美，这道这个黄瓜山谷哈，对，就那么简单的呈现在我们这个好朋友的这个镜头之下哈，希望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哈，能够让我们素食啊能够变成更简单、更容易了哈。对对，好，这个道是今天的家常菜的第二道，当然不要走开。今天的第三道菜，非常好料的，非常简单的，马上回来，不要忘记，谢谢。感谢大家回到我们这个素食之美这个节目，凯特怪冰啊，这是我们的陈主厨了哈，刚才也示范这个家常菜的两道的菜哈，接下来是不是要介绍另外一道？看到这个锅子，我觉得应该是要煮汤的。对对对。好，怎么样做出好汤？除了刚才要熬制高汤之外，这个好像也熬制高汤。对对对，有熬制。那就是弄那个花玫瑰啦，甚至的红菜头啦、白菜头那个熬制高汤非常重要。那材料呢？我们这个煮汤的材料今天是什么样的菜名？冬瓜素肉汤。冬瓜素肉汤，材料有冬瓜、素肉排、红枣、姜片。调味料有盐、香菇精、当归。这是当归，非常好取得的。对对，红枣，还是红枣。这个素羊肉，素羊肉，香菇头，香菇头，来，
啊，这个姜，姜是姜了哈。那么简单的材料要做出这个一道这个好汤呢，首先这个当然是冬瓜要处理了哈，不能整个丢下去嘛哈。对，这个一个好的这个好菜哈，确实不一定说要很有经验，但是就是一定要用心哈，这个煮出好的这个菜肴了。那刚才提到这个高汤要熬制啊，这是我们讲按照这些寿系的哈，一般都没有放这个高纤，就是没有放这个味素啦，所以我们弄这个天然的这个熬制高汤。这罗那个当归哈，切片嘛哈。我是切薄片，安尼咧煮较紧实。哦，较紧实。爱食较有肉的吼，咱切较厚的。我记细汉，妈妈拢切咱一口一口。对，啊，你得爱滚较久。爱滚较久。啊，咱同款，你是切较薄，你得一定较紧实。哦，较紧实呢，啊，这个都可以啦哈。对。自己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就可以了。哎嘛，是赶快搅当归啊！这是当归啊，这个可能煮的时间哈，按你这个工商社会哈，较无闲，所以时间呢，煮饭时间不太等啊，不对，我们就让这个在做这个切片的时候，给它切薄一点点就可以了。好，这是当归，来的姜。因为这个家庭主妇下班等下赶要煮晚餐啊，所以啊，你弄比较简单的哈，较紧缩短你的时间。做菜的时间，当然，这熬制高汤的时间吼，按可以准备其他的材料就可以了哈。对，我们这个姜还有跟它洗下鸡的哈。那个时候我记得要对。在家里应该不用那么麻烦啊。随意的，好就可以。啊，这个每一道菜啊，你看这个我们主厨哈，在这个饭店的经验哈，能够稍微用心做一个调整哈，这才不管是色泽、味道，我想都是让这个全家上下哈都能够非常的喜欢。好，开大火了，这个火水滚了，水滚了，就可以把东西丢下去了。所以对，猪腾光了做干单的哈，在旁边这个滚一下哈，这个是少许的红枣了哈。所以这孔过，安起码准备就可以调味嘛。对，啊，咱调味是喏，煮汤，汤熬好甲嘿调味料，调味料免收渣嘿。哦，算，煮好啊，拢好啊，拢滚好啊，烂啊。对，咱看来好料。对，安尼算颜色可能较清爽，较清爽。好，所以这个熬制高汤做汤啊，这个当什么？当归，瘦肉汤啊，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道菜哈，滚起来就可以了吗？对，因为我滚起来那就是。所以我们这个丁七水的好朋友，虽然说我们这个素食之美这个今天跟第一次跟大家来见面哈，但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个简单的这个做法哈，让大家能够了解，其实按这寿系哈，猪寿系哈，这处理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想到这个素食哈。能够多吃素食，除了健康之外，又可以培养一些慈悲心哦。对，其实也是没坏的，对了哈。好，我叫你盐巴哈。然后这个是少许的香菇精。哎呦，你看，我看就好嘛，盐巴。那一般你出来个吃烤饼啦。对，咸一下当然，像是老人家在吃的时候不要太咸，好，可以的。那上面是不是要最后要加点这个？我们在入锅那个。再加点香油啦，好，这是我们的冬瓜了啊，冬瓜这个酥肉刚好一碗，你看一碗这个大概4至6人份啊，在这个我们家常菜要呈现的4至6人份的一个汤类的，那上面是加点这个盐水哈，让那个整个颜色也好，那这是个要滴这个香油啊，这个我们的。当归冬瓜啦哈，冬瓜哈，这个素肉汤呈现出来是非常好的这个汤。那我想今天这个三道这个家常菜，我们这个明天呢再做出另外三道菜，所以五菜一汤总共6道菜哈。对，呈现这个家常的一个效果啦。所以谢谢我们主厨哈，带那么简单又快速的这个家常菜，也感谢我们丁七水的好朋友，给这个素食这个节目哈，寿系的这个。
之美啦，素食之美这个节目更多的这个指导与鼓励，感谢大家，但是不要忘记了明天同一个时间来收看我们这个素食之美这个节目，感谢大家，谢谢各位大德菩萨，大家好，吉祥如意哈，也欢迎大家又回到我们这个素食之美这个节目啊。当然我们这个素食之美是刚播出不久啊，当然也有很多的这个好朋友也有更多的这个指导与鼓励啊，像是我们这个节目呢能够一起来推动我们的素食的文化哈。我们上一集也在跟大家来熟悉安里处的住吼，被人家煮出这个美味的家常菜的五菜一汤，那我们要连续上一集的吼，今天要一样的煮三道的美味的这个家常菜，我们要请到我们一位这个在素食界非常有名的，大概十几年的素食经验，我们的陈主厨吼，一样来为我们来做讲解的工作。来，陈主厨，欢迎你再次来上到我们这个电视吼，来跟我们电竞技术的好朋友来讲这个素食这个做法啦。那知道你在你是寿喜的人哈，大概也大概是十几年的时间哈，也算是现在蛮快笑了，已经哈，把猪仔龟当了的呀。历经沧桑啊，历经沧桑。不过我想这个从事素食的工作不轻松哈，包括你厨房的折不来的东，有人讲做温度蛮高的哦，那个有时候工作环境哈，蛮火爆的这个环境哈，所以我那个陈主厨也历练了一个。历经沧桑也好，历练了一身的好功夫了哈。谢谢。那今天带来的什么样？我们五菜一汤的其他哪三道菜？第一道菜是？这道菜是芝麻包菇。哦，芝麻包菇，我知道，芝麻的营养分很高。对对。哦，它对我们这个素食来讲，很多的这个附件的这个功能的效果都非常的好。包菇啊，怎样？新鲜的包菇。哎呦，这个包菇这大片哦，哇，那个快。这是包菇，啊，不是我看当时啊那里妈妈那里煮的时阵哈，包菇很变，哦，这是安那？伊应该是是新鲜度无够，哦，算买来更新买过，啊是买的变，哦，所以你看颜色非常好看哈，但是好像没有漂白，好像天然的感觉，原色的那个的包菇。那包菇之外还有什么样？有准备这个低筋面粉。哦，低筋哦，面粉里面又分低筋、高筋、中筋，那我们是弄低筋的。对对对，哦，低筋面粉，低筋面粉，地瓜粉的含基混。哦，含基混，好。芝麻包菇材料有包菇、白芝麻、牛蒡，调味料有太白粉、番茄酱、糖、五香粉。这包菇咱先啊，该倒起来哈。嗯哼。都是斜刀，对对对，大概斜刀，现在一块一块、小块小块的。好，这是鲍鱼菇，我们知道鲍鱼菇在菇类里面有很多这个相当不错哈，天然，而且它也大概可以增加一些免疫的系统，都不错啦。小孩子那不用写，不爱吃饭，哎，吃这个袂歹哈。这个鲍鱼菇，其实鲍鱼菇我感觉家己在吃哈，因为我自己在素食也用了好十几年了哈，所以觉得那个菇类的一个口感都还不错哈，加改个喝加个饮用哈。那这样可以的吗？安尼就会使，安尼就会使啊，那紧哦。那这道的做法是用什么烹饪的方式？我先甲大家，先甲伊这个先甲蒸鲜过了，再过来裹这个番茄酱的夹干迄个芝麻。哦，这道是这个稍微要油炸的，对，这个菜肴就对了。这个低筋面粉拿水就好啊，拿水就是。啊，唔忙辛苦哈，嗯哼，蛮辛苦。蛮辛苦，最好是不要伊这个面衣。沾一点点呐哈，沾这个太白粉哦，两面掉。我知道了，知道这个已经非常脆，非常好吃。啊，这油温呢？哦，这个了。大概我们在家里在有，哎呦呦呦，你自己煮安尼都容易啦。我就是在弄那个扫瓢啦，稍微跟他弄一下，叽叽叫的，叽叽叫的，代表这个油温可以了。对对对对，要注意一下炸的时候，我下去就中去了。那这个炸的时候是不是让它呈现这个金黄色？金黄色，时间大概多久不一定了哈，就看要看颜色，看油温，我要看颜色。啊，安尼别别点着手啊哈。哎，这个这样炸起来就是。地瓜含几混嘛？哎，往那嗦嗦，往那个一点嗦嗦喝下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一般的，在外面用这排餐的，好像这个这一道相当不错的一个料理了哈。啊，对，这新鲜的，啊，你一定够伊的水分啊。但咱吃哦，小朋友吃一定袂输咱的咸酥鸡啊。安尼哦。哎，真的真的。袂输咸酥鸡哦。哦，我买个。即嘛一丝一丝安尼哦，迄只个口感就袂歹。口感是袂歹的对啦，我来。
差些回来的对了。我会到时候感觉。我爱练习啊，因为今麦咧推广素食哈，我们要多练习。对对。要跟主厨多学，说不定改天诶，哎，对对，我也可以成为一个啊。要把我干掉吗？没有没有，是名师名师，这个都要多学习，然后活到老学到老嘛。对对对。虽然说我们那个男孩子呢，平常这个下厨的机会比较少。我也是还在学习啊。哦。所以这个主厨这个好学啦，哦，这个不管是怎么样，还是要多学习啦哈。俺等于前面这的好朋友嘛呢，活到老学到老。对对，这个也做，我刚刚做这个鸡啊，这个素食乐趣蛮多的嘛。哎，真的。那我被逼哈，你看那逼出我家人喜欢吃的，又营养又健康。因为时常在家里这样子做啊，安呢，试试个袂歹。哎，我大概用在你的菜肴上面啊。哦，菜肴上面。对对对。我袂当，我袂，袂当嘞，就改看一看。没有这个素食之美这个节目哈，刚播出不久哈，当然也受到很多的好朋友的一个鼓励哈，要怎么样做哈，来共同大家哈，有心哈，共同哈来这个推广素食。对对，我刚刚哈，这个是真的是非常好的嘿。好，每一个都是这样做嘛哈，就是大概炸的这个金黄色那个颜色，慢慢在。呈现金黄色的样子。对对对。好，所以反正除了煮食好啦吼，这拢是真有乐趣的啦吼。嗯嗯。安那变安那食吼，啊家己爱食的物件吼，煮安尼哦，全家大小爱，都觉得非常。嚼到津津。嗯，嚼到津津有味安尼吼。啊、流连忘返呐、啊，哎、欸，口齿留香哎、欸，哇，可以可以可以，好，这个给放旁边，哎、欸，那炸完的时候怎么办呢？啊，锅盖先啊，沥，加油沥过来，哦，沥油加沥过来噻，然后，哎，所以你看这个美，那爱扁扁嘛哈，大大扁扁哈，爱大扁，所以啊，就是、欸、谢谢谢谢。这猪寿星哈的乐趣多了哈，安尼千万安这个家庭主妇还有家庭主妇吼，咱讲煮饭做艰苦，煮饭要欢喜心，对对对，欢喜心煮来的好食，嗨，欢喜，哎，欢喜心当满足，对对对，哎呀，你也刚刚好加欢喜哈，很欢喜就对了，欢喜充满哈，这是我们在一个推广素食一个非常重要的，呵，差不多了，嗯，好。那喝的给裹开了，先什么来放这边。但这一道可能在家里面哈，因为它需要油炸，我们经常说在五菜一汤里面的菜肴哈，哎，可能五七行斤哎，然后有一些是烩的，有现炒的，有汤甚至有卤的，很多东西可以来搭配呀、啊，然后呈现不一样的风格。好，那这个大概炸完的时候，我们就准备。要放在这个锅子里面吗？还是对对对，还没有其他程序。哎呀，还可以的，还可以炼制这个酱汁、哦，还可以炼制这个酱汁的哈、嗯嗯。哦，那这道是比较复杂一点点哦。对对对，比较复杂一点点哈、哦。好，好，我们换一下锅子哈、哦。嗯。哦，这个炸在旁边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其他的准备要来炼制这个它炸完的这个酱汁啦哈。这个酱汁要怎么样来调才会好呢？那今天这个味道是属于，主要属于什么口味？番茄酱的口味。哦，番茄酱，那有点糖醋咯。一点没，没有醋。哦，没有醋，哦，没有醋，就是番茄酱那个味道而已。番茄酱啊，糖加那个五香粉。好，好，好，五香粉。对。那我们看看我们这个陈主厨呢，明天来搞这个内容哈，把它呈现不一样的东西出来，少许的。嗯。这边我用水，所以拢靠油哈。靠油尔啦哈，靠油尔哈。这个是番茄酱，一般市面买的一个素食专用番茄酱的，也是。对对对。好，我们看那个材料多少，来放那个番茄酱。哦，看那个材料多少来。啊，番茄酱爱炒过。这炒过是，一般我们在弄番茄酱，就是番茄酱跟红的红的，然后不会炒的。也也甜哦，它也炒不过，它买个胖。哦，好像颜色也变成比较好看的哈。对对对。嗯。所以很多的小细节哈，我们这个丁鸡说的好朋友哈，你稍微注意一下哈，都是也是非常简单的，非常简单的。而且它炒好过，你炒好就翻面出来，我会觉得有点番茄酱的。嗯，呜呜爆皮掉了，哎呀，给它上面调一下来。
糖那么多。对对对，哎，番茄酱，番茄酱生了。哦，生哦，给大概捏了对了。对对对。哦，大概一大匙的这个糖，再放少许的五香粉。五香粉，我是起来的，有旁边。哦啊，你怎样呢？啊，你往煮的讲，我就煮起来，无输这个咸酥鸡啦。对对对，非常有味道的啦，非常有味道的。好，这样子就可以了。真的可以了，是。那就是好了，准备就是在整个快炒了。对对对对，拌炒一下哈。哦，让拌炒一下，让这个汁液哈，淋在我们刚才炸完的这个鲍鱼菇的上面哈。我想就是一锅非常好的这个，这是什么鲍鱼菇？嗯，香酥鲍鱼菇。芝麻哦，芝麻哦，但我们有芝麻忘记了。对，芝麻，芝麻。今天时间的关系，下次再教大家怎么炒这个白芝麻哈。好好，芝麻。鲍鱼菇哎，就呈现你看，哎呦，这个看起来一块一块的，非常的好吃的感觉了哈。嗯，好。啊，那个也放白芝麻的丁丁哈。我就是在把芝麻非常营养哈。对。这个白芝麻放到这个我们的鲍鱼菇上面，这样就可以了。这道我们今天的第一道菜，这个芝麻鲍鱼菇啊，希望我们好朋友能够喜欢。当然不要忘记，我们待会还有好菜在后头，不要走开，马上回来。欢迎大家又回到我们这个素食之美这个节目哈，由这个阿成哈来为大家来做这个服务的节目。当然，客厅外宾啊，接得起我们这个特别请来的这个陈主厨哈。那我们今天刚刚也教的第一道菜哈，这个芝麻包菇嘿。那接下来这道菜要怎么样来介绍给大家？这些会丝瓜哦，菜乙龟哦，对对对，枸杞菜瓜。材料有菜瓜、枸杞、姜丝，调味料有香菇精、盐。我的菜龟吼，菜龟安那算？不是菇哦，菜龟嘿，较重的，起起来较重的，较重的就代表水分较侪，较新鲜的对啦。哦，我知啊，那变菜龟薄是唔足轻。所以坑做固定菜，就在坑固定菜会包。对对对。所以看当个的表示最新鲜的。好，这个我学起来了。嗯。嘿，那先来处理。啊，除了这个啊，这个红椒。红椒，这丝瓜红椒，还有姜三两，三两煮一行，做个这样物件，叫做这个丝瓜烩黄瓜。是红椒。红椒啦，红椒，米黄瓜哈。啊，这咱咧烤袂哦，嘿，啊较轻的吼，安尼吼伊个青的所在佫留滴，唔卖遐大个搞，去青拢烤掉，安尼。怕剩的掉，剩无菜啦，嘛无菜呢哈，啊是买都买烤的掉了哈，买无烤的唔吃，无啦唔使啦，哦无烤袂吃起，你问一下我怎袂？印象我时阵嘞，年轻的时候我拢家己咧煮只乌白皮，童子军的，嘿对对，啊加迄个加迄个什么呀？加迄个烤鸡、烤皮、烤烤的拢无品质。安尼新播诶，新习惯。啊，阮老师伫遐笑笑个，啊，恁这童子军做开面啊啦，变一个烤鸡鸡汤，烤鸡汤嘿，这菜龟啦哈，当然俺希望我暗时见不啊生菜龟，就是真正的菜龟。对，菜龟烤了呢，这个咱朋友菜龟来切，佮不同款呢。我这是俺台湾的，好像味道又不一样了哈。这是开乌，咱台湾的开乌啦。哦，开乌。嗯，啊，口感是。朋友菜粿较脆，啊，咱这个较甜，咱就较甜头的对啦，较甜头。我哩，这是我哩餐厅咧用哦，是讲甲这个鸡只小块烤，安尼较袂遐紧翻乌。哦，就是纸可以稍微留一下哈，但是切成大概一块一块的，哎，你看是非常漂亮。我们这个主厨的动作真紧哦，啊，这电竞技术好朋友注意看，看详细，对，纸甲留掉，嘿，安尼较袂遐，较袂遐紧乌啦哈。好，这个。哎，旁边准备我们的丝，哎，这个丝瓜看起来好像很嫩哈，啊，加油的对了，很新鲜的，很新鲜的加油。要选择那个季节性的蔬菜来加，是好加那个便宜啊，红椒了哈，对对对，红椒。中间那个籽跟那个把它去掉就可以了，对对对，去籽的哈，红椒嘿。所以你看这包哈，这个素食之美哈，来盖小公司，非常简单的这个材料怎么样啊，把它变成这个。
五菜一汤非常好的这个料理，所以我们在强调说啊，你这饮食里面它要五种颜色，那每种颜色搭配起来，我想就是配合这个五行阴阳啊，这个一定非常棒的这个营养分。人工假瘦现在也不应用，其实不会，吃素食是我觉得健康应该是非常好的啦，而且有体力。主持人，你都不知道我吃素几年了？你吃多久了？有没有看我这年纪虽然小小的，今年三十几岁，假瘦是一定十几担啊，哎呦，十七担哦。啊，当年我假瘦是比较应该我很健康，然后这个学习很快啊，精神很好，比较不会疲劳啊。消化比较快，对。哎，这个姜片啊，姜片，讲的太多，没有介绍厨师，不好意思的。没有，把它切好就可以了，在旁边准备。好，来，准备好，准备好了，可以了。所以我们在家里哈，这配菜先配好，好，看来擦一下，哎，整个会比较好做。啊，有一点点就好哈。这个少许的这个沙拉油，哎，然后把这个姜呢，姜片哈。你给它爆香一下哈，爆香一下，那个姜的味道就会出来，姜的味道就会出来。对。有你阵吼，你开始没来煮这寿司的，因为我那做好奇的讲吼，那觉得素食饮素食，我觉得这十年来的发展就很快。那早期你在十几年就从这个素食的行业哈，跟我上面特别姻缘的。以前真正素食，食寿司人就要做。伊较无较侪材料通去食，我想讲安尼来，我知伊做恁食寿司拢食，诶，青菜豆腐豆腐青菜，豆腐豆腐，对，酱瓜，大概这个比较简单的，所以但我感觉今摆寿司其实拢变化足多啦，包括它的营养分啊、天然的东西都很多啦，那精微味就出来，啊，那个变质，哎呀，好，这个。下锅炒一下，啊，这个炒要没有要不要什么功夫啊？像我那个变化均匀的，安尼今麦来，等下加那个高汤。你们在这个餐厅也很久了，在厨房，阿文杰都哪工唔捌订杯订杯你煮的哈？嗯，阿唔知阿煮来会食袂？这个干火的，这是哦，袂当先腌的。对，啊，慢慢休息哦，无你啊，一个要过到八五迄条哦，到外口已经烧到中啊面黄，哎，再焖一下哈，再焖一下了哈。虽然已经每一道菜五至六分钟就可以，五至六分钟，让它焖一下。对。哎，主厨，我看看你这动作非常的这个利落灵巧哈，一定很有经验，改天应该跟你多学习。那这个好像五分钟差不多了，时间可以。哎，时间差不多。哇，你看这个，我们那个电机师好朋友，看这颜色啊，大概五分钟之后，这个颜色非常的漂亮哈，而且好像这个丝瓜的水，它会透着瓜出来。对，这样那你们。不要加香菇精的，就这样子直接就是盐巴就好了，天然的，做滴嘛，不用多，甚至你盐巴不加也可以，不要吃咸，盐巴不加，这非常好。吃过就是这种好处，无一雄威，丁一雄喝下，要勾芡一下子，一点点，好，我们这个让那个亮度稍微哈，让它亮一点点，可以了。所以这个我们丁一雄好朋友，煮熟悉，但是再干干，你看就是那么好的这个，那菜龟的，整个颜色啊，都非常漂亮。好好，滴一点香油，一点点的香油，我们就准备来起锅。好，所以我想这个好的料理哈，不一定要很复杂的手续，更不一定要很复杂的或高贵的这个材料呢，只要弄你的爱心，弄你的这个用心啊，就能够呈现非常好看，而且口感一定非常好的这个材料。好，好，这道就是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丝瓜，对，烩这个红酱，哎呀，真是这个所有。电机所有的好朋友的这个金头之前的哈，当然这是今天的第二道菜，我们这个五菜一汤，好像还有少一样东西，青菜，现炒青菜还没有上场，待会马上回来，不要走开，谢谢。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这个素食之美这个节目哈，由这个阿成为大家来服务啊，阿凯的怪兵啊，这个是我们的陈主厨啊，非常有经验的在料理的部分哈。那我们今天这个系列在介绍这个是家常菜系列，有五菜一汤。当然，如果说哎要让它四菜一汤也没有关系，只要这个颜色的搭配哦，能够非常清楚就可以了哈。那我想最后一道菜的这个好像是要现炒青菜哈，我们请主厨来介绍一下怎么炒青菜才好吃。这个菜名叫做素子三蔬哦，素子三蔬，秋季这素子就是咱讲破季吧，破季啦，秋季啊，差这个三蔬啦。我个用一寡红辣椒来做搭配这个颜色啦哈。嗯，素子三蔬材料：三蔬、素子、姜丝。调味料：香菇精、盐。来，我现在跟大家示范一下。这山蔬完菜下面，等下不要去蘸哦，它切开去。哦，就是把那个后面比较老一点的那个，那你不要切太多呢，人家就一般就没有了。哎，当然买山蔬要特别注意一下哈，要买看油哎，看油。等于说切对半这样子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对对对，那就可以准备炒了。对，好，这个很差劲的简单的这个炒青菜，怎么样炒菜好吃？我们在主厨哈马上来做这个讲解一下。我们主厨再到这边来，我准备来做这个料理了哈。好，这个油我们的是说这个少许的，对对，一匙，一匙哇。所以在炒青菜也没有什么比较大的这个秘诀，我是爱特别爱注意的所在，就是要新鲜热锅。哦，一定要让锅子能够。热它油的温度也高的话，它那个去炒它会炒。哦，对对，我的表清脆啊，嘿，比较清脆。我的表，嗯。好，我们再加一些，这个是刚才说的那个红辣椒搭配颜色。嗯。好了啊，不爱讲下面这些好朋友啊，看看旧了不要紧的哈。对，看看旧。嗯。那就刚才准备的三蔬含剂的素食，直接下去了。对对对。这样就很快了，就炒这个菜，差不多两三分钟就可以炒好。你那电热锅吼，啊，就温度有够悬，咱咧炒咧快速翻炒一下。啊，你若冰无紧吼，啊，底下迄已经熟去啊。要不要加点水？为什么？对，我想要翻炒一下。翻炒一下，再加一些高汤一下。哦，这味道好香哦。对。是不是那个好像是？哦，有点辣。我有点流口水啦。好。哇，那个这个就是恁。过去哦，一个罐头就是咸菜，很干点呐，哈。对对对，我觉得过去加刚好了，哦，加点点少许的盐巴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哇，好啊，青菜你炒湿了，卖过一点点点，你要去啊，先暖了拍下。大概会口感，整个稍微锅让水这样弄一下就可以了，翻炒均匀就好，翻炒均匀就可以了。好，好，起锅，哇，非常快。原来这个炒青菜啊，这么的简单，要好吃啊，就是速度一定要快，速度一定要快的。对对对，哇，这个锅，这样子就好了。闻到那个味道哈，就有点给它流口水。所以，这是我们第一集的我们这个非常棒的这个家常菜系列了哈，整它的家常系列。你看五菜一汤，有汤啊，有现炒的，有这个。芝麻包菇啦，有这个罗汉斋，还有这个珊瑚菇等等的，非常丰富。我想这是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这个家常菜系列的哈，这样五菜一汤的这样非常棒的内容啊，希望我们电视机所有的好朋友都能够非常的喜欢。所以做菜是非常快乐的。既然这寿星呢，在这个主厨的这个示范之下，一点给煮出上好食，咱讲嘛，速速看哈就煮到。对。加寿喜的烤麦就煮到，一定非常棒的。所以讲这个节目呢，希望更多的好朋友给我们更多的鼓励跟指导哈。再次感谢这个陈主厨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然也感谢你的收看，别忘记了再来继续收看我们的素食之美。感谢大家，谢谢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你再次来收看我们素食之美这个烹饪的教学哈。那我们还是在进入我们这个家常菜的系列，能够在安里厨哈被煮哈被料理用做干单的。那我想这个节目哈，我们还是要请到哈这个陈主厨哈，我想陈主已经上我们节目好几集哈，那他非常辛苦，我们要再一次的邀请他哈，提供更好的这个内容给我们哈。安喜明，欢迎我们陈主厨。哎，主厨啊，不晓得今天那个带来怎么样好的这个材料给大家，跟好的这个做法。
今天教大家是这个塔香素茄。塔香啊，对对对，塔香高赞塔了。对对对对，茄子哦，茄子哈、嗯，那知道我们这个每次哈，主厨来上我们这个节目哈，因为哈一般哈就得我们做素食这个厨师哈，嗯，这个面对这个大镜头，那个开始紧张，哎，愈来愈进步，袂歹哦，就讲，谢谢。大家讲以前我拢困袂啥去哈，啊，今摆可能开始困哈，所以越来越自然，希望说哎，改这个每一集哈。这个内容来让大家 更容易来了解的哈，是这个塔香素茄素茄了哈、嗯。我们是不是来介绍这个材料？材料就是茄啊，茄啊了哈，那个一般的茄啊了哈，自己的茄啊，高山塔。玉米笋哦，玉米笋，玉米笋跟辣椒哈，这是搭配颜色。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材料都做简单的家常菜的，那种上简单上简单的哈。对，你煮青菜沙的有就对了哈。嗯。塔香素茄材料有茄子、九层塔、辣椒。调味料有酱油、香菇精、糖、辣豆瓣酱。等等，这茄子先给处理一下。对，张大哥，你先拿一个。啊，我拿一个。这茄子是切得较轻的吼，轻的就较新鲜，就较好。哦，较轻的较新鲜。较油啦，啊，较袂啊老，你若较重的吼。啊，较轻嘛，较俗啊。对，啊，就是爱较轻的。你咧菜市买的时阵，你起来试。哎，你为什么要烤皮咧？烤皮，因为这外口哦，今仔有掺有农药，还有其他洗洗袂清气，真正哦。哦，洗袂清气，而且太细啦。咱皮甲烤起哦，嘛较袂乌。等下咱煮的时阵哦，较袂遐紧乌起。一般伫厝咧煮，或者是啊，较无这个动作，就是切切落落落炒。对对对对。啊，今天我们这个煮熟的这个哈，像这个紫色的哈，我们这个茄子哈，稍微去皮。我知道哈，这个有时候皮哈。嗯。它淡，来，而且有时候会比较刮，所以它今天去皮的效果也不错，应该都是最嫩的那个去皮。我这烤皮哈，这动作非常的利用，你看，主厨就是主厨，都没烤进去的对吧？好，这个茄子哈，我们这个在一般哈，厨农非常容易取得的茄子啊，这个烤料哈，稍微整理一下哈，准备要来做这个料理的工作哈。嗯。每一个我们每一道菜，我师傅会想他的刀工，哎，都要被他请上一些，被切皮啊，好啦，切丁啦，是被切块哈。嗯，这个我们师傅都会做讲解，非常简单。那这师傅这个要怎么切？来，我给你讲来。好，那头我应该粗开了嘛？头粗开。那一须个切长条哈。哦，这长条的噻。嗯，长条。哦，大小你看，大小差不多一致啦。对对。不会，买草鱼包去拿。嗯来。啊来嘞，我们先记得看无嘿。来，我慢慢操作来。慢慢来。这个师傅哎，只要头顶刚薄的，嘿，对切，对切就前面的，因为前面较细，对切就可以了。啊，别切那个，哦，变啊，可以变成四分之一，对对对，切两刀就变成四分之一，四等份，四等份，哎，好，你看这切出来这个大小差不多哈，这就是我们哎，哪方主厨的这餐厅工就是刀工，对对对，切的有点作碎，好看。做整齐的哈，看起来炒起来就不会凌乱哈。就像我们的安德烈康员呢，非常井然有序的哈。嗯，哎，好，这个做菜嘛是一种学问的哈。对对对，就是这样可以的。可以的。啊，那其他的除了茄子之外的调味的，我们配料就是有红大椒。对对对。还有那个玉米笋。哦，玉米笋哈。嗯。还猪肚哈，带你们来这几道示范的，好来。那斜刀哈，那切成三等份，刀子那个斜度差不多45度了哈，我这边45度，你角度最重要，当然上重要，唔好切到手，好，那一般纸有的有去掉没有关系，对对对，这样子，好，一样是这个大概切成一块一块的小块哈，跟我们刚才前面的那个主材料一点搭配哈，来混合一下，好，好，那就可以了，嗯，这个材料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怎么样？那现在下锅了，那我就把它挪开一下，好，可以了。谢谢。这个塔香呢，哈，茄子塔香素茄啊，这个非常简单的这个材料哈。那我们主厨哈，待会要来现炒一下哈，少许的油，对，那我知道一样来添香的，对对对，这道不用特别来添香，嗯，是，芹菜哈，芹菜煮啊，芹菜煮啊来添香一下哈。哎，这个可以代替一些葱啊，好蒜头，这个我们素食中用的，对对对，一样香味一样试试。哎，这个不一样了，调味料注意看了，这个是辣豆瓣哈。辣豆瓣，哎，顾名思义，这一道炒起来哈，带有点辣味。对对对，那我们刚才吃香的人，咱就莫加咸。
那这个刚才是2汤匙的哈，这个酱油。刚才炒的嘛，够了哈。这个肉也来炸起来的。你看，也是个爆香的工作。我想，你看这个臭气的这个做法就非常的简单，而且它特别酥油，这是简单的做法。那再加一点高汤。好。 这个酱油跟这个辣豆瓣经过炒了之后，因为这个味道都特别，特别香。放一下，放一点。这个煎到要点糖，是不是？对对对对。放一点砂糖，一点点香菇精，好，这样就可以了。对，这个调味先就可以了。这个我们就把茄子放进去。当然要把其中再一些香料，还有银丝哈，还是盐分能少一点。对对对。那当然，你味道还是要有的哈。这个都是要加糖菜嘛，要配本哈，要配本哈。 让它焖一下，大概焖多久？5分钟就可以了。好，这个时间5分钟哈，这个茄子焖好了，我们主食再加5分钟就可以了。对对对。好。哎呦，哇，这个茄子的这个颜色啊，有点透明。对。然后再把这个九层塔，我们这个塔香哈，九层塔是一个味道非常好的一个配料的一个材料了哈。 哇，这个茄子呢下去就觉得香味就出来，这样就可以了吗？对对，这样就可以了。拿起来哦，来，好，我们这个主食这一道哈，这个塔香素茄哈，就呈现在我们这个所有这样的一个现场里面。对，好，这道非常简单的哈，这个茄子再加一点九层塔的做法，就这样的一个感觉就不一样了，皮把它去掉。而且你看那个油分都非常的少，那最。 最简单的了哈，而且这个最营养的，希望哈能够呈现给我们电机室好朋友，不要忘记了，待会还有更好的料理要等着大家，谢谢。欢迎大家又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哈，今天我们一样在这个素食的里面的提供这个家常菜哈。那站在我旁边也是我们的陈主厨哈。那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哈，就是也教了好几道菜哈。今天要来教这个五菜一汤里面的一个汤，对汤，这个汤哈，免得在煮哈，啊这汤头开始好吃好啉了哈。嗯。啊，主厨今天要带来什么样的好汤？酸菜笋片汤。哦，酸菜笋片汤。对对对。这酸菜，这咸菜哈，咸菜啦哈，啊这笋片，啊这蒜油吧，啊这红萝卜，这红萝卜哈，那这个看这个好像是汤笋嘛哈，对，这汤笋。那一般如果季节比较是笋的季节，我们得按你这个现场的，像青笋嘛是蛮紧的，对了对了，都可以的。酸菜笋片汤材料有酸菜、麻笋、生香菇、红萝卜、姜丝。调味料有香菇精、盐。那我们主厨来试一下哈，这个酸菜笋片汤哈，这个材料怎么样来做料理哈？对，我来先给他处理这个刀工嘛，其实都很简单哈，稍微注意一下哦。它是要之前介绍过要先呢，要切丝片，不是这样直接的哈，刀子哎，这个在盛大概哦，这个比较几度了哈。好好你这个虾壳薄的，虾壳薄的，整个的口感会更特别，更好。啊，这个咸菜汤哦，不管它是搭配什么，都去煮。要起鼎的时候，啊，地瓜青醋爱起来，味会更加香。青醋，嘿，对，白醋了，对。哦，白醋，哦，我们这白醋。滴滴两滴啊，白醋嘞。啊，干没？这个干没？生生。啊，咸菜小块生生啊。哦，不能啊，没有关系的。对对对。哦哦哦。配合它的味道，像是可以让那个提高，加咸菜味道，佮加提高起来哦。能够加一点这个白醋，我记得它的咸菜的味吼，佮卤吼，明显卤是味的，对的哈。好，这个是红萝卜，一样是切片就可以了。对对，而且我用先前用那个波浪刀给它切过。波浪刀的切掉的变安尼了，对啦。对对对，啊，这笋啊嘛，同款哈。笋啊啦哈，一样是切成一片薄片就可以了，对对对，跟那个姜菜，哦，那个姜菜这个切的这个一片一片是一样的哈，那整个呈现呢是非常的均匀啊，非常均匀的。就这猪汤哈，那之前我嘛提过哈，这猪汤一定爱熬高汤哈，你就可以减少这个味精的这个
量，对对对，就尽量不要放。所以这高汤，那我们高汤的部分也都一直在提出来，你看高汤中一些比较天然的水蔬菜的部分，蔬菜的可以熬制，啊，做起来，比如说的红萝卜啦、白萝卜啦、高丽菜都可以，对对对，甘甘好，那这样可以了吗？可以可以啊，我们的高汤是先请我们哦，已经炖好了是不是，对对，那啥的北回菜的哦，我们之前那个刚才我说的你在做这个五菜一汤的时候，然后沙米鸭哈，天然的这个哦蔬菜的这个甜分呢，就留在这个汤里面，对 对, 对，就不会浪费掉，嘿。是我们的高汤呢，哦，这个颜色哈，非常的这个晶莹剔透了，晶莹剔透。哎，我姜丝的姜丝哈，姜丝呢，这些汤哈，它是一个在这个中医里面哈，姜是对我们吃素食，你当然主要是蔬菜类比较冷哈，这个姜它是温性的哈，可以调整一下，调整一下。所以我们用素食的好朋友哈。姜的部分在我们饮食里面可以多享用一点是不错的，对对对，不错。我们一样是盐巴跟那个整个香菇精就可以了，哎，少许的盐，对对对。那最后我们先今麦咧等你滚的时阵，咱先用个香油，哎，香油在锅底，在迄个咱这个哦，香油不是起来看起点，直接用直接的，拢会使的啦，胡椒哦，胡椒，嘿。啊，我那先前讲的白醋。哦，备错了哈，再加一点会更好了哈。对对对，提高野味道。那这个待会我们煮完就直接冲下去就好，冲下去就可以了。对 对, 對，有这个这个。好，你看你把那单立的汤棍嘛，哦，而且其实那你做这些动作完就可以了。当然，按你帮你煮汤哈，但一般都是能够煮汤的部分哈，让它滚啊，其他的哈，我们在做其他的这个食物的料理啊，包括你要煎你采、色采啦，这个都非常好。对对对对 对, 對。那要不要盖锅盖？要不要焖？这后来给焖，这个焖一下也没有关系的。好, 好, 好，那一般像那类似咸菜在煮哈，一般按其实市场买来咸菜，伊迄个咸度敢卖泡起来？有啊，拢爱个是配等下洗一下水，啊浸一下，较袂遐咸。啊，是市场买回来都还很咸，就对。对对对，那个足咸。哦。伊腌制的时候拢用盐来去腌制。哦，所以它我们就回来就是这个咸菜，最好是能够先泡过一下水。嘿嘿，就泡一下水，安尼可以，较袂遐咸。嗯嗯。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五菜一汤里面的汤啊，咸菜不是的，素羊肉哈，还有笋皮，笋皮哈，那这个的汤应该是非常清爽的一道哈，这个美味汤嘿，那我们让它滚一下，让它滚一下，我滚开了一下子，那要不要就是那滚的时候就关小，让它炖，然后就可以了，好，让它关小，让它炖一下，这安尼就说安尼就学下，我是。安尼就使，安尼就不滚无滚，安尼就好。对啊，我这咸菜味起码有甲炖出来啊。哦，已经炖好了，对啦。已经有甲控出来。这个非常简单的这个好喝的汤是马上好了，马上好了。不管是在颜色的部分哈，煮起来呢哈，美得清清啊哈，就会增加一点食欲的哈，增加一点食欲哈。这个有多好几碗了哈，那煮熟哈。我们再介绍一下今天的材料。这材料就是酸菜。哦、酸菜。对啊，笋皮。笋皮。啊，素油嘛，加素油红萝卜。你要下下一挂甘杞、枸杞嘛是会使。啊、哦，都没有关系的。红萝卜是要搭配它的色。哦，那汤来讲就是，其实这化味恐刚嘛做这的。对对对对。就是可能，但是不要太离谱就好。买来欧北汤，旁边人家上面汤。汤应该是比较清爽一点的、哦。清爽一点的，这样子、就是主厨的建议了哈。看清爽的汤，我就是不管是。在饭前喝也好，或是你习惯是饭后喝也好，都是非常好的。对 对, 對。我想这今天的第二道菜，我们这个汤呢已经呈现出来了。再次谢谢主厨，不要忘记了我们所有谢那个电视的所有好朋友。待会还有一道非常好的、难得的菜，马上呈现出来。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又回到我们这个素食之美的这个节目，当然在我旁边一样是我们陈主厨哈。那我们在这一集哈，还有上一集我们教的这个素食家常菜的系列三哈，啊，今天好像是这个最后一道炒青菜了，对对对，很菜，我们就最后哈，你把你家里面看哈，青菜卡不亚差哈，都酱哈，卡小口很。对对对。那今天我们不是要带来什么样的现炒的青菜？这炒豆苗哈。哇，这个豆苗不错，我非常喜欢吃哈，这些豆苗哈，台湾以及的。
蔬菜类哈，嗯，这个不管是价值也好，还有它的价格也好，都是非常好的，因为它丰富的那个好像是钙质啊，对对对，这个钙质非常多。素炒豆苗材料有豆苗、姜丝，调味料有盐、香菇精。那炒青菜公仔做干汤呢？我们这个主厨哈来做简单的示范一下。好，来，我先来。别那菜切来，看何姐。好，这个是辣椒，这个红辣椒，当然是不喜欢吃辣的，就不用弄红辣椒，没有关系的哈。有些我们这里红萝卜嘛都没有关系。那这个除了配色，还有它的味道，能够增加一点点辣的味道，那个口感哈，也就特别不一样，特别不一样。好，那个切丝哈，这是切丝的，我们这个红辣椒了哈，辣椒我们就切丝就可以了哈。那我们安迪厨咧炒这个青菜哦，当然上重要煮多一点讲过哈，这个锅子的热度哈一定要够，热锅炒，中一炒开去切菜哈，清脆，然后为什么看起来颜色都非常漂亮，对对。我们讲青菜炒个哇哇哇哈，这个看起来就不想出油，要不然。所以我们主厨就待会来示范一下，哎，这可以了吗？可以的，好，那我们就主厨准备哈，来。因为这是快炒啊，所以当然我先把调味料先放在菜里面。快炒的就是怎么样让这个锅子哈能够热度哈能够够哈，然后炒出来的颜色哈，当然人工也差这青菜哈，大概时间里面哈不要炒，它过水，然后这个新鲜度就可以了。对对对。来，我先把这个调味料先放在里面哈。他才调料更，安尼等下你会较紧，唔免淡啊。哦，免底下去调一波调袂好对。对对对。嗯，好。我这个把高那个我们刚才那个盐巴，盐巴跟那个还有这个香菇精哈，一样一跟它一起下去，这样炒起来哈，听说这个速度更快了哈。嗯。那我们再加一点高汤哈。加点高汤。啊。好，这是快炒的豆苗。那你知道那个我们的温度哈，一定要够啊，擦起来就清脆就好了。对 对, 對。擦切菜一点不让擦个凹凹形被固了，对哈。对。一般都还加点高汤啊哈，那让它这个能够赶快哈，水跟这个温度哈能够提升，然后赶快让所有的蔬菜都在那个水里面哈。好。好，这样子呢，那起鼎进前那个地底下香油。香油。嗯。来。少许的香油哈，对对，增加也是的色泽，对对对。我那个是发苦，安尼发顺口，好，好啊，这样子就好了，就可以了。好，青菜哦，色就好，卖伤过色。这个是现炒就可以了，哎呀，对对对，这道是我们的炒青，炒这个豆苗，你看，哎呀，好像这是，当然除这个豆苗，除了说弄炒的之外，哈。当然你可以弄，比如说你看不见有点那种撒，对对对，好，那把豆苗撒过来，赶快我们有一些调味料哈，对，我给你示范另一种那个另一种做法，让我们主厨也来做示范一下。對對對，这些菜哪不要菜，怕油分太多的话，比如说有一些可能在家里面好需要说油能够减少的哈，我们就弄那个过水的哈，把那个蔬菜啊，比如哇豆苗也好，你要弄那个菠菜等等都没有关系，芥蓝也可以，都可以。对对对。然后就是调味的部分哈，就是有一些类似有点素肉燥的做法，对对对，素肉燥。我先把这些豆油哈。哦，这个豆油哈，这个我们的香菇啊，或者是这个那个素羊肉，素羊肉哈，再切丝哈，这个素肉燥，当然要这些调味料嘛哈，调味料还好，这个非常简单的。那师傅是不是要来做示范一下？对对对对。另外今天特别又附送了哈，你别来盖一下哈。我们在这个素肉燥的一个简单的做法怎么来做？然后把你要烫的东西烫的时候呢，淋上去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好，好了，好别胖一点，在这个能够让酱油哈，你这热锅里面是要先炒一下了哈，对对，这个味道才会出来。再放一点糖就好了。好的哈，所以我来现场来我们第一季所有的好朋友哈，一块六三哈。既然是今天我们讲的哈，在这个主厨的介绍之下哈，这个素食就变得很简单了，不复杂还不复杂。你这样炖出来，炖出来怎样的好？好，那第二个锅用薄片哈。嘿嘿。我加一点点少许的，
勾芡才是可以。好，所以安公这素食饮食哈，除了健康之外的这个调理非常的多了哈，用任何的方式都可以都可以。好，好，哇，那这边。我刚才调味料那个东西哈，对对对，做这个调味一下就可以了。好，好，现在来撒咱这个。好，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豆苗虽然弄少了，往很差一点，我们就可以弄这把穿烫的。对对对，稍微烫一下就可以了。咱底下汤汁里底咧用一挂姜丝哈，一点点盐巴，那那个味道能够进来。对对对对，然后少许盐巴就是让这个味道哈，这个本身炸鬼有点咸味就可以了。对。好，那水滚啊，那个汤汤，水滚啊，落来的可以了啊！哇，这个非常多的哈，这个养分都留在这个东西里面哈。那刚才我们准备好的这个自己做的酱汁哈，这个我们有点这个瘦巴蛇的，哎呀，这个淋上去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道菜。哇，这些。不用菜，用沙，对对对，非常简单的做法。哎呀，所以这一道，那刚刚我们这一道的这个系列啦，哈，就有五菜一汤哈，已经一一呈现在这个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的这个眼前了。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菜的示范哈，大家能够喜欢。再次感谢我们这个陈主厨来到我们现场，谢谢你带来那么多做法。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电机所有的好朋友，希望您的支持啊，我们这个素食的推广的更多。不要忘记了，要来继续收看我们的《素食之美》，感谢您，谢谢。爸爸大鱼，吃甲肥肥，腹肚那依依，常常走病。青菜水果，三顿定时，皮肤油咪咪，啊，脚手嘛伶俐，无论初一也十五。